同学们好，老师好，我是大家的新班主任。为了更好的认识大家，请大家把名字写到黑板上。王佳丽是哪个同学呀？我。唐光磊是哪个同学？到。李康。我。放假。是哪个同学？哎，都走了呀！气死我了！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咱们已经有一个学期没有见面了。上个学期呢，同学们表现都不错，尤其是你范同学。那么下来就请你回答一下老师的问题，站起来。米农，背一遍。锄禾日当午，汗。老师，我不会。你今天表现可没有上学期那么积极了。不过老师允许你提前放假，回家之后把你的爸妈给我叫过来。其他同学继续上课，翻开书28页。